各位宝可梦集幻式卡牌组，时间观察者，开，那要稍微摸一下，避免捡到卡哈。今天有什么呢？哎呀，怎么又是青蜻蜓？哦，青蜻蜓在这一个时间观察者里面很常拿到呢，哦。第二张，哎，巨翅飞鱼，这个好像第一次拿到，蛮可爱的一只。这个进化到最后是不是变成那个什么精啊？有点忘记了。第三张，火球火鼠，球鼠，基础卡，火球鼠，可爱的火球鼠，第一次拿到。第四张，哎，交替推车怎么又是变成物品了？最后一张，那最后一张是什么呢？好，哎，故事又是型，勇士雄鹰，哎，第二张的，好，今天就五张普卡，给各位参考哦，看看，拜拜。